爱美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格罗菲整形外科医院的市长，先请市长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海英市长，是格罗菲整形外科医院，你好。孙市长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网友继续想了解一下我们医院的特点，那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个特点。好，我想介绍的呢是我们家 3D 的打印笔的一个技术。那这个 3D 打印机方面的话呢，我可能说韩文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说我现在开始用韩文讲解一下。好的。这是我们一位客人的一个模型，然后他是专门做了这个 3D 的打印笔。对，那三哦，到位，回过来问题。你发现的那个같은데。对。아무튼한국그중국에서오신인플루엔서고객분이셨는데코가길어서찾아오셨던분이셨어요이분이일반보형물로수술을했던분이셨는데지금이그림에서보다시피이고객분이셨고요지금보면은요화살표방향에서여기떨어진거보이시죠요부분그리고밑으로내려오면서길이가너무길어서그리고보형물이휘어서찾아왔던고객님이셨어요그래서원장님께서딱요 3D 피팅코라는보형물을추천을해주셨고요이유는여기에서틈이보이니까보형물이잘움직이고휘었어요그리고두번째로는길이가길어서얼굴자체가긴데코까지길다보니까너무나이가좀많아보이고그리고얼굴이좀길어보이고커보이는그런부분때문에 3D 피팅코를추천을해주셨던케이스였고요이 3D 를보게되면여기시작점자체가이렇게화살표노란화살표보게되면이렇게요밑으로와있는거보이시죠이렇게보면은이만큼의길이를이만큼의줄여서보이실수가있어요그래서시작점을자유자재로얼굴형에맞춰서길이를조절할수있다는게이게이제첫번째장점이고요그래서얼굴이기신분들께굉장히잘어울리는그런수술이고요그리고두번째로는이게뼈모양에맞춤으로핏되어제작되는보형물이다보니까휘지않는다는장점네그리고자연스럽다는장점실리콘의이음영감이잘보이지가않아요그래서요게이제또두번째장점이고요세번째는이마에서떨어지는라인이굉장히부드럽게잘떨어지고곡선형으로잘떨어져서이제모양학적으로나기능적으로나굉장히큰장점이있는그런보형물이에요그래서저희가이 3D 보형물을하고나서환자유입수가굉장히많이늘었고수술결과에대해서도환자분들이너무칭찬을많이해주셔서소개환자분들도너무굉장히많이늘은그런좋은착한아이입니다아감사합니다 、네、그러시면저희그 3D 코제작하는데시간은얼마정도걸리실까요3D 제작은보통은7일정도면충분하고요네네빨리특수케이스인경우예를들어서뭐중국이나일본에서도굉장히유명하거든요그래서네네일본환자분들도오셨을때한3일정도최대3일이면제작이끝날수가있어서 네, 네그스케줄을잡는데있어서도큰문제가되지는않을것같습니다네감사합니다네